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感叹号。我用的纸边长是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往里折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开一下，把这个角往下折，折大概1/3，这个边下面露出的这一段大概等于这一段，折上去可以这样调整一下，使它这几层纸大概宽度一样，压好，把这个往上折，展开，这个边往上折，展开，把这角捏起来，压向其中一侧，再往回折一下，把这个角折向这个折痕，展开，把这个折痕对齐这个折痕折一下，再把这个角往下折，梳理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压平，再把这个角折下来，然后上面的角，这个边往下折，对齐这个点，只要压一下这里的折痕，展开，看这个交叉点，从这个交叉点把上面的部分往下折，从上面的点把这个往里折，使这个边对齐下面这个点，再把这个往外折，使它对齐中间的折痕，再把这个角往上折，从这个边到这个点，展开一下，先把这个角按照折痕折进里面，再把它往外折，然后这里把它调整一下，使这个边处于水平的位置，然后这个多出的部分把它折进里面去，
这个边也可以调整一下，使它处于水平的位置。把这个往里折，然后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往里折，再往外折，对齐中间的折痕，再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展开一下，先把下面折进去，调整一下，使这个处于水平的位置，多余的角折进里面，这里也可以调整一下，这个边往里折，调整一下，这个翻到最上面，松散的地方可以把它粘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的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